赖总，今晚我能不能跟你睡一晚？这孤男寡女的不太好吧？啊，不是，我的房间不干净。啊，那这样，你在我这屋睡，我睡客房。啊，赖总留步，你睡床就行，我睡地上就行。晚安。快起来，地板容易着凉。啊，没事儿，我哪儿都能适应，您快休息吧。其实，我有一件事情没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这座房子以前是座凶宅，啊？前主人被她丈夫杀害之后，那尸体在床底下藏了一个月。后来听说，每到半夜，这床底下就会爬出一些奇怪的东西来。奇怪的东西，赖总，要不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将就一下，半夜还有个照应，不太好吧？你放心，我不是什么渣女，我很正直的。如果你再不睡，明天就要顶着黑眼圈去开金饰了，赖总，晚安。真拿你没办法。赖总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你说，你能开着灯睡觉吗？当然可以啊。你还有别的要求也可以说出来。那你能离我近点吗？我觉得后背发凉。当然可以了。赖总，睡了吗？睡了。你要不还是转过来吧，我不看着你，我也睡不着。可以啊。赖总，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没有啊。你这床下不是有奇怪的东西会爬出来吗？那我们把被子盖上吧。